对，商周这个，你说这文人起名起多好啊！商业周刊简称商周，哎呦，商周这名字多，学点历史都，你看商业周刊。好，他这个1915期，登了这么条新闻，国界全球说什么？Z 世代将成为，人数最多、真正全球化且最富有的一代。这题目呀，如果您盯这题目啊，目不转睛的盯着它，您看。脑子里看这几个关键词儿，然后你脑子想什么呀？什么是人数最多？成为人数最多、真正全球化？什么叫全球化？什么叫真正全球化？怎么解读？这里面含义是什么？怎么定义这些事？而且，最富有的一代，这富有是什么意思？在哪方面富有？人生在世最大的富有是什么？很显然，他们讲的是物质东西，是不是？但人最富有的是精神。一个精神的乞丐，无论他有多少钱财，他都是十分可怜的。这就是为什么叔本华讲，人在一定在苦难的时候，哎，是在挣扎，为了生活一日三餐，这时候呢，极其的精神苦难，哎，因为没时间去求知，没有时间为了生存来忙碌。结果有了钱后，吧唧，这时钟一转到另一个极端了。开始无聊了，空虚了，因为钱多了，也不知干嘛了。每天除了用物质来刺激，不断去商场买东西，买了丢丢了买，新买的衣服标签没贴就他妈扔了，就什么什么捐献了。好，买完这块手表，买那个手表，今天这个钻戒戴腻了，再换一钻戒。除了用物质不断的去找新鲜感，刺激自己，来证明自己还活着之外，其他一无所有。一片空虚，一片黑暗。夜深人静的时候，精神无处安放，心灵无处安放，就这么一帮可怜的富人，对不对？那么我们回到今天这个题目上讲，Z 世代，也就是我认为将来是就是人类的尾声。如果说真正芯片植入人类的话，这是最后一代，也是最可怜、最悲催的一代。人数多少咱不知道，怎么统计，用什么标准叫人数最多？真正全球化就真正死亡那一天。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多样化，个体差异、个性差异、高低胖瘦啊，方方面面都不同，万紫千红，啊，这个百花齐放，这才是大自然的状态，它是一个真正美好平衡的状态。真正全球化就是大一统了，人的思想基本一致了。学识教育都是那些官办的学校啊，这培养出来的一个模子生产出来的机器式的产品，明白吧？认知也都差不多那样，吃的东西都是主子给你用现代化工厂成袋、成盒、成瓶生产出来的，里面什么东西，你不问，你也以后不会问，你想不到去问了，因为什么呢？你的脑子里芯片已经不允许你问了，明白吧？所以呢，这个全球化就彻底实现。从认知到饮食，到作为，到生死，到下一代有没有等等，这一切全部都是机械化、量产、工业化了，这就是真正的全球化。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个美好的前景，我祝您飞奔向前，好吧？好，最富有的一代，咱们刚才说过了，我认为是最贫瘠、最可怜、最可悲的一代。所以呢，把这个作为题目，商周啊，说是 Z 世代人怎么样，这个呢，完全是在颠覆人的常识。There were rags of many colors, and every piece was small. And I didn't have a coat, and it was my way down in the fall. Mama sewed the rags together, sewing every piece of love. She made my coat of many colors that I was so proud of. And my coat of many colors that my many colors my mama made for me.
holes in both my shoes and my coat of many colors. I hurried off to school just to find the others laughing and making fun of me in my coat of many colors my mama made for me. One is only poor, only if they choose to be. I know we had no money, but I was rich as I